啊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吴陈教授。我们现在去前面苗族的寨子里面。以前我和织布卖的舅舅去抓竹鼠，也是从这条路过去。现在老吴这个山上开满了好多这种野花，山上的路了。已经到了他们村子里的小学了，再往前面就是苗族的寨子了。我征求了这个老师的同意啊，他们说可以让我拍一下。几个小孩子在跳皮筋，这几个小孩子看我来拍照，他们害羞啊。然后他们老师要他们不要害羞，让他们好好的跳给我拍一拍。这是他们学校啊，有6个班级，从小学1年级到5年级啊。啊，这个是他们的教室，他们这个黑板是这样竖在地上的。他们这个老师的生活条件也没有这么好啊，就是在这边就地做点饭菜吃。这个前面就是苗族的寨子了，就是顶顶闪闪的有一点房子。这个下面这个方向是去抓竹鼠的山上，这边旁边这条路是去苗族的寨子。因为路不好走啊，也不熟悉，所以还是先回去算了。我现在又回到织布妹的村子里了。这个马路后面的房子还是看起来比较破旧。哼，还得看一看这个他的小孩，他的孙子啊，他家的织布妹家的邻居。谢谢。哎，上班地。他在斟酒啊！哇，黑烙，他是先制还是做这个米饭？难怪他妈妈来叫他，他说还有点活要干。哦，是这样把米饭蒸熟。做反了。哎，副长。这就快吧，就快吧，就那比以前胖一点了，我看他的脸胖一点了。满了，奥米了，快点不到奥米啊，叫奥普了，叫拜拜。娘不奥也奥普低头呢，这不米奥普了。娘，哎，陆家人不得奥普啊？哎，啊，米奥，你不得奥啊？米，哎，不米奥比干奥普了。啥叫奥米奥普金？奥普金，奥普金，哎。被烧和烧的呢。你不得奥普啊？娘，别干你不明不明了奥普啊？哎，没哎呀。烧口金他的呢。OK， 这不明白要被天灭了哇？不得白。不得白。这边是已经煮熟的饭了。这个干农活都晒黑了。他说：“这个阿伯是不是我老婆？”我说：“是女朋友啊。”他说：“是不是同样是老城主？”我说：“是。”他说：“但是他不说了老城话，九区，这个应该是九区。”去年的时候，有人说他家里有人嫁人了，我第一反应是这个炒老鼠妹子嫁人了。我以前没见过他们蒸酒卖。我说是不是刚卖的，他说也做了很多年了，和那个织布妹家里差不多同时做这个生意。他们是用这个把它密封，然后又绑带。他们老吴人家里怎么有这么多的锅呢？这个后面是晒的两排衣服。他姐夫也是在干建筑活，应该是一个建筑班子的。我跑进，这也在跑进去哦。这边呢，开完要跑进。没人。跑进三十个人呢。跑进不很难的呢。现在了没？困进跟蜜蜂很呢。这个做好了。这个直接套上去就行了，它
是比较省力。这个小贝同学一个人在和直播妹妹的妈妈在聊天，这个她给她老公发个视频问她记不记得我。这个哎，沙拜利，沙拜利，什么样嘛？嗯，他说，我听他说，要我在这里吃了饭再走啊。OK， 沙拜利。哦，沙拜利。目标。落吧，就本身落吧。ออกแล้วไม่มวกแล้วไม่เห็นเด้อจะไปเรียกนุ่มรั่วเลยโอเค直播妹的姐姐这么快就把这个鸭子做出来了，就要吃中饭了，还拿了一袋筷子过来。刚才直播妹的妈妈就叫了她这个邻居过来一起吃饭。有大米饭，也有糯米饭。这个鸭肉是他们老挝的做法啊，蘸这个辣椒酱吃。看起来感觉不错。我蘸了辣椒酱吃了，味道非常不错。这个他还给直播妹发个视频啊。问他认不认识我，快奔奔！请靠，沙巴利。你好，你好，要护八十斤了。哎，叫点林哥了。我的你好，我的你好啊，叫海娘哟。问。紧靠，紧靠，紧靠！二姐，你考挂了吧？考挂挂了。吃饭。那个又在排，又在干呀。可没木子又难。这不麻烦了。没得麻。闭麦呀。我看他戴了个耳返。OK。他妈妈问直播妹吃什么，他说吃那个葱方便面。阿拉安过告了，考挂了。考挂。嗯。有没有弄？嗯，他们二婆金麻木 ，OK。二婆金呢？嗯，他们二婆金快马金号。二婆金有什么？我们有什么病？哈哈哈！露手脚的婆金也卡准他的。就我那了，不黑乎。不黑乎。嗯。去年我来看直播妹的爸爸妈妈，我走的时候，他妈妈还把一个。直播妹的手机号码给了我啊，但是后来我拿到手机号码以后，也是没有打过电话给她。我说她女儿不去越南留学了吗？她说没有钱，她说还是去万象打工，找个中国老公更靠得住。直播妹的妈妈给了邻居一小碟这个鸭肉，啊，就抹了吧，抹了。知道娘妈鸭抹。啊，他们妹妈养意。OK，OK，拜拜，嗯，拜拜。